下，我来自于中央辅导团科技领域的一个辅导员，目前服务在高雄市的凤山国中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会准备这个论坛？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100间非常非常厉害的科技中心，提供了很多的课程，提供了很多的场域，提供了很多的设备给我们现场的科技老师们。当我们老师们拥有这么多的设备，这么多的资源之后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教科技领域的课程。除了老师们有自己的共备社群之外，除了科技中心的伙伴的支持之外，我们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角色，也就是我们各县市的辅导团，各县市的辅导团。